想要当然就要，不然呢、欸？但我们女生不见得要，你要看一下人家，对啊。而且我们女生想要的时候，她也不要。想要说我不要，心有余而力。没有没有，你们这老夫老妻要洗衣服，就讲一声就好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样没有情趣。我一开始就是用讲的。好，我一开始就说，哎、欸，来一下吧，嘿嘿，来一下吧。为什么要宪哥？你为什么模仿宪哥？太垃圾！为什么宪哥？不是他的来一下是说，比如现在六点，他说，你要早上还是晚上？早上，晚上六点。早上，早上。比如说六点，然后他说我去洗澡哦，八点开始。哇，这样子会笑哎！等预约，感觉在预约按摩的，时钟调好了。没有讲很没有，因为我重视那个流程，所以 schedule 讲好。我六点去洗澡，我洗完澡以后我可能要吃个早餐，所以我还有大个便，所以我这样判断一下，应该八点才能够执行这个事情。但谁会想要啊？啊，所以然后八点也有情趣，然后、哦、对，我在7:55的时候，我也会跟他讲哦，我说时辰已到，大王进宫啦，献龙袍。没错，活动在5分钟之后要正式开始了。来，启禀大王，请进，请进。就这样。大王。那是不是很有趣？哦、整个都冷掉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那是我觉得那是我的幽默啊！你故意的另题啊吗？太没有情趣了，像我刚讲那么白，对不对？第4次作答，来开始。他从